DSE， 我用了120分的努力，但是收到成绩那刻，心情真的跌到谷底啊！虽然有 offer， 但是我很不甘心。那时妈咪的一句 follow your heart， 我决定入港大 CC， 博翻上心仪的大学。港大 CC 不只有学科主任 take care 我，还有不同的 workshop 去装备我升上大学。师兄师姐升三大的成功故事我都听得多了，今日终于到我了。